印象深刻，应该是第一棒吧，就是那个就是围城神败的，因为他感觉丢什么球他都可以掌握到我的球种，他的那个重心平衡都没有被破坏太多，打到我的球都还蛮确实的，就是位置没有那么好被接到而已。啊，其实击球的状况都还不错，然后就是方向比较不好而已。对，那蛮开心。那个球穿越安打，我至少就说打得不错啊，结果他下一局就打全垒打，然后换我就跟他比个赞这样子，就他也有回应我。哇，这一棒被张草送到了左眼方向，左手还在退，这个球还在退，最后是直接上看台。有，我觉得我们兄弟的打线蛮可怕的，其实我对谁都蛮紧张，因为我觉得对自己人嘛，然后感觉自己人的打击能力都很好，所以觉得蛮紧张的。比较少在这种比较正式的比赛，然后对到，然后我觉得我心里是觉得蛮奇怪的，对，就是在打自己的队这样子。I talked to everybody. I had a lot of fun today, playing against my teammates and having them in the same team and trying to mess around and just enjoying the moment. Like, you don't have that opportunity of playing with your teammates the same year that you're going to play with them in the season. So I just was trying to enjoy the moment and just having fun with all the players there.守备的时候，因为之前守备的时候都没有听过那个象迷的应援，真的蛮大声的。对啊，就是有一点震撼。对，就是没有多想什么。对，因为其实说真的，打自己队是有点怪怪的。啊，但是还是先把自己的就设定，然后做好，然后进攻自己想要进攻的球，这样。蛮亢奋，很爽。因为很多人没有那么多人过啊，其实，以前还丢可能就9000一万减个9800200紧绷了，对啊，今天那么多人，当然就享受嘛，那么多人在看的感觉，没有说不好，就是至少让大家知道说有我这个人这样子，让大家认识我。这种遇到红白的，